在那个刮胡二国字二的地方哈，等于是他这边有讲到 SFM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，所以第二个就是新增叫做资料夹 SFM 两个就好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建立资料夹两个，上一题有三个，就 Homepage、Music 还有 Guitar，这一题有两个资料夹哦，所以这是第三个步骤。第四个步骤呢？就是要建立什么呢？网页有没有？那这一题呢，除了说title、main 跟 index 之外，还有哪一些呢？其实这边有讲到嘛，SFM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嘛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五个网页之外，还有呢后面呢，其实在哪一个呢？一直到那个刮胡刮胡到五，有没有看到？刮胡五啊，国字的刮胡五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？message 有没有？message 点 html，所以总共有六个网页，所以我们要新增六个网页呢，就按六下新增网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有没有六下？再分别存档，直接存 sfm、sfm 一，按一个储存。那这个再切过来变这个 new page 五 sfm 二，切过来嘛，储存。那直接点这边比较快哈，直接改善就好了。这有没有点下去储存？然后这个就点一下改四哈。那总共有五个，你就按，等于是就五下就五次就对哈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叫什么呢？message message 好，这样子有没有储存？然后，但是他跟我们讲说，这个一到五要放在哪一个呢？放这个资料夹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拖拉进去，用拖拉的方式有没有？就把它一到五嘛哈，所以就一到五就进去了，拖拉进去就可以了哈。好了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四大步骤。再来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样呢？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对，素材就是光碟，到时候考场会给你一个光碟。那我们就先点一下，因为都是图档比较多啦，所以我先汇入到 Images 档案汇入有没有？新增档案，去找到我是放桌面上，好像是1730，或者是你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到那个网路这里面网络这里面的话，你找那个 teacher 老师的这个分享档案，17300，这个附加光碟。那第二题就是940302，这些通通把它开起来，然后按一个确定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一题比较特别的是怎样这一题呢，它没有文字档，它素材只有两种，一种是那个图片档，一种是音乐档，这个，所以音乐档把它拖拉到 music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应该是篮球的动画范例啦，这个是那个雨伞的那个跟眼镜的那个动画的范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就完工了，所以前面五个步骤就完成了。但再来的话，就是分别把这个这边一这个 index，然后在一到五，在 message 通通完成，那这一题就完工了。再把两个动画搞定，就完了。所以其实如果动作快一点的人不用很多时间呐。其实你会发现呐，越做到越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你越觉得好像都差不多，最后就越来越熟悉了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先试着把我刚刚讲的五大步骤，通通把它做过一遍，最好是可以把它背下来啦，就及时反应就可以把画面还给各位。